陈安，恁爸若是想要继续住落去，你爱叫伊把过去的善食人的坏习惯拢改掉。安尼无，我真正无哈得忍耐。哎，你讲话敢有小姐歹听哈？哎，小平啊，我爱你来病院吼，挂号啊，替我做安排做个身体检查，安尼会甲你伤麻烦袂？爸，袂啦。我有替你特别安排个人的病房，安尼你想要做检查，较舒适嘛，较方便啦。而且，我有特别安排一个人来替你照顾。好。郭小姐，你找我。星星啊，这是我的大哥，我有替伊安排健康检查，到时阵你就负责甲伊照顾。不，小等，啊，这星星我著把你在伊个护理师呢，伊啊在当时是变作干哦。啊！你要叫专程来照顾我，伊拢免上班哦。啊，爸，星星是病院的员工，你是病院的人客。员工照顾人客，安尼有啥物唔对？唔对，你是我的媳妇，啊，照顾我是你的责任呢。你为哪要傻傻叫员工？哎呦，啊，他病院人啊，看到我到时讲，看到是星星你给他照顾，啊，唔是你咧给他照顾，人家讲这媳妇足不好的，你知无？啊，我是感觉。啊，是讲你拢唔捌照顾时大，无经验，惊家己含慢。哎呦，我咧讲这真快，来，我甲你讲，迄我临工喏讲啥，啊，你著对伊做啥就好。哎呀，做过来吼，你著自然会晓啊。这是做媳妇上基本的道理，你知无？爸，我确实较袂晓照顾时大人啊，所以我才会请专业的护理师甲你照顾，安尼毋是更加好啊？人讲有效的媳妇三顿收啦。啊！叫你给他照顾一下啊！啊！你就无多，你个好意思讲哦？你对我通够友好啊！我什么啊？啊！小兵啊，这病医这比我较需要照顾人，还是规大堆呢？啊！你护理师你照顾病人已经真辛苦啊！你个无多通感激，你个要你个当作使用人，你叫伊来给他专工来给他奉待哦！你安尼是要花见笑死无？好，奶奶，我请伊离开，安尼怎会用吧？星星，你身体无用啊！哎呦，你是，我他妈甲你教拢教袂晓嗦！你共请，专工一大罐个请来，啊！你怎样要请伊走？你马共下一下失礼一下。失礼啊，互你走一撮，不要紧啊。哇，小平，你是送啥？敢讲你无记着？内底的臭咸臭味，那规个厝内底拢是，起码连外口拢闻到嘞。那有这么咸吗？一点仔拢无咸，你敢知影？不管我洗几遍身躯，喷偌济香水，我拢同款闻到迄个臭味嘞。敢有？无啊，我无闻到啊。那是你已经惯习啊，才一两天尔。我连入家己的大门，我拢唔敢喘气，因为我真正足惊。我若是一开门哦，就闻到内底的臭味，去互臭死。陈安，恁爸若是想要继续住落去，你爱叫伊把过去的善食人的坏习惯拢改掉。啊，若无我真正无哈得忍耐。哎，你讲话敢有小姐歹听哈？我都已经把客厅消毒两届，你搁爱我安怎？恁爸住伫个家，消毒一百遍拢无效啊！你这爸是什么意思？甲恁爸当作是住伫个家病毒性？恁爸比病毒更加恐怖，病毒佫有疫苗会当甲伊消灭。啊，不过恁爸咧，互伊住伫个国家高级的病房，嘛同款，会去互伊母家参照粪扫丢同款臭。啊，我你这爸是想要安怎？甲恁爸赶出去？陈安。我会当替恁爸买另外一间厝给伊住，啊，不过我真正无哈多，阁继续甲伊住落去。你甲伊讲啊。你安尼做，甲伊赶出去有啥无共？你是安怎？唔敢讲是毋？好啊，那恁我搬出去。啊，若无，我鼻啊过敏，逐天拢闻到迄种臭味，我逐天拢无哈多喘气，无哈多好好啊困。